时候觉得好累，也会在孤单中流下眼泪。呜哎，你吃吧。又熬夜了。昨写了一宿的诉状。累死了。你先写吧，啊，我去忙了啊。小哥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我今天约了朋友见面。哎，今天没什么人啊。正好，没什么人，我聊天更方便。你好。你好，要一杯美式。谁啊？没谁了，我最讨厌那个。李芊芊她男朋友，怎么？这看着还行啊，没像你说的跟变态一样。这叫还行啊？你瞎吧？这叫还行啊？那你觉得李芊芊得找个什么样的你才满意？李芊芊找什么男朋友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她还没到年纪，她又不大，她先事业为重。那你的意思就是她不需要找个人陪了？有人陪她，我和凌霄以后都陪着她。等着我干嘛？你在国外没交过女朋友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哪有时间交女朋友？也没有喜欢的？我哪有时间喜欢别人啊？就等着回来找李芊芊。对，破案了。破什么呀？你把话说清楚。你喜欢你妹？我怎么可能？别急着否认啊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无时无刻的都在想着她？然后对未来的规划里边也有她，而且只有她，除了她，别人都不行。去你的，那能一样吗？这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就觉得挺好的呀。你要跟李芊芊结了婚了，你俩就在一个户口本上了。你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固有的思维里边，你换个角度想想，你所有重要决定的动机，是不是单纯的？我有什么动机？我就是单纯的对她好。合着他们说你是倒插门的童养夫，这不是开玩笑啊。这是你人生定位啊，兄弟！你怎么话这么多呢？你写个东西写不死你，写死！烦死了！嗨，小哥。哎，哥今天有没有跟你联系啊？没有。手机也打不通，微信也不回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我进去洗澡了。你是不是脑子里边无时无刻的在想着他？然后对未来的规划里边也有他，而且只有他。你喜欢你妹？
小哥，吃西瓜吗？啊。我去穿个衣服。哦。哎，那不是哥的。摔坏了，不会那么巧吧？哎，他不是明天下午就回来了吗？而且他还是请假出去的。那他怎么微信都不回？回微信的时间总有。可能是因为不方便呗。再说他还要和他妈和他妹妹斗智斗勇的，对吧？那他要是斗不过呢？斗不过，以他的性格，游都得游过来。嗯，吃西瓜。啊。嗯，这是我的勺子。这这这，我再去拿一个。你真住啊？嗯，谁要吃你的口水？没吃饭了，你胃本来就不好。你还管我死活？你死了，小橙子怎么办？那不正好？你把他带走。你要是真死了，我就去我奶奶家。谁要跟他走啊？他爸又不是我爸。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这么多年，不是你哥在照顾你吗？谁求他照顾了？他自己乐意。我走了以后，你别这样骑马了，懂事一点，听到没？你非要走？妈，你把证件还给我吧。你不要我们了？不是，我只是想回家那边生活。世界多善变，当你腻在眼前，足够让我去跟时间征求永远。人生的空白格为你填满了心愿，只为你心跳。哦 ，baby baby， 你呀，你笑什么呀？哎，静姐，咱们下了班去唱歌吧。好呀，好呀。
哎，行，一起啊！我就不去了，你们俩唱歌，我凑什么热闹？你可以带上你男朋友呀。不行，我要回去等我哥。哎呦喂，不愧是青梅竹马，这才刚回来多久呀，张嘴闭嘴就一句我哥，我小哥的，拉链不要打得太快哦。又不是亲兄妹，这也太暧昧了吧？李老板，你男朋友不管你吗？瞎说什么呢？人家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很好，好不好？得了吧你，这种没有血缘的哥哥妹妹，感情纯洁不了哪里去啊。哎呀，你还是给我泡杯咖啡去吧，快去快去快去！真是在说什么呀？好了，别放心里去啊，嘴太紧，唱的太难听了，都要跑调了。我回来了，这么早？这才四点多你就开始做饭了？我想着咱们好久没吃饺子了，晚上吃饺子，跟个妈似的。你现在是不是下飞机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打电话问问呀，我联系不上他，可能他手机坏了吧。别生气呀，回来你收拾他。你收拾吧，我不了。是晚点了，要不咱们先吃。没晚点，我查了。会不会他没赶上飞机啊？进门的时候学凌霄按门铃敲门的吗？哎，凌霄呢？没回来。还没回来？哎，你说怎么回事？人也联系不上。子秋，你有没有他新加坡的电话呀？没有啊。哎，行吧，你看李尖尖去吧，他从五点等到现在了。啊？还不如不回来呢，祸水。什么叫还不如不回来呀？那什么叫祸水啊？就你的装北师兄最好了，他妈给你打麻将，还不是把你钱赢了？呦呦呦，这还没怎么着呢，就呼这么起劲儿，还不让人说了？觉得凌霄可能没赶上飞机，这也是正常现象吧？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，或者什么东西丢，有很多种原因。嗯，又不是世界末日，只有一趟航班。嗯，是，明天早上就有一班。今天早点睡吧，明天我们还要早点回家，八点要上香。那你不吃饭了？不想吃饭，我现在就想吃黄丽塔。哦，那我
去给你买黄梨塔。啊，不用。哥说了，他大学附近有一家很好的黄梨塔，他要给我买的。我现在只想吃那个。过年好，什么过年好？那个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跟爸都挺好的。我还没有变成富婆，但是可能也快了。我再接再厉啊！哦，对了，爸现在还是单身，我劝他再找一个。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你就托梦告诉我啊！别胡说八道。总之呢，我们都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子秋，我从英国回来了，在国外学的是甜品，回来开了一个咖啡店，生意还行，希望您保佑我生意兴隆。哦，对，您放心，我在家会照顾好李尖尖和爸的。哎，挺好，挺好，元宵回来，让他也补上。爸，今天老家的人都来吗？来呀，当然都来了，老邻居我都请了。先到咱家面馆坐坐，然后我在百香居订了八桌。那就是说二舅妈和老家二婶都来是吧？啊，哎呦，也是，只要有凑热闹的机会，他们肯定着急来。这怎么能叫凑热闹呢？就该来。怎么二婶也来啊？烦吧？哎，老够疼。哎。别光聊，吃点儿。哎，哎，弟妹，再来点瓜子儿啊！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你妈妈呀，咱们那小渔村啊，就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，长得跟仙女似的。哎呀，我还想呢，她怎么就看上你爸了呢？后来呀，拿了你爸的钱就走了。哎，你妈找着了没有啊？啊，没。也是哦，找他回来干什么？年轻的时候不管孩子，现在老了要你伺候了就回来，想啥好事儿呢？子秋，你可不能没良心啊，要好好孝敬你爸爸。啊，我知道二婶，你放心吧。找对象了没？啊，没呢。李坚妹妹怎么样？倒插门多好啊，知根知底的。他呀，就小时候长得丑了点，现在呀，女大十八变了。二婶儿，我哪里丑？哦，不丑不丑，就是黑。你刚生下来呀，黑的跟块炭似的。看照片也不黑呀，这照片哪看得出来啊？小杰，你姥姥叫你呢。哎，你姥姥。哎呀，姐姐，哎呀，大姨夫，让你姥姥看看。你看看，咱尖尖变成大姑娘了。哎呀，尖尖，那个是你哪个哥哥呀？那是我小哥子秋。你小哥哥不是认回他亲爸了吗？听说他们家特别有钱，当时还打着官司呢。哎，怎么就愣让他回来了呢？他跟那边不亲。那就对了，你爸呀没白疼他。对对对，没白疼。嗯，那你大哥哥呢？什么大哥哥？邻居家楼上的儿子。从小在海潮哥家长大的，连邻居家闲事都管。管，海潮哥人好。小尖尖啊，哎，你爸爸是个好人。你看，你爸为了你都没给你找后妈。你呀，以后得好好孝顺你爸啊，赶紧结婚，
生个孩子，你让你爸高兴高兴。这个随缘，这个随缘，这个随缘，这个随缘。外婆来了，我先过去一下啊。外婆，哎呦，好想你哦！你都2个月没来看我了。嗯，坐。哎呀，舅妈，哎，舅舅呢？舅舅怎么没来？哎，都来干啥呀？添乱。添什么乱呀？热闹呀。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这一晃啊，你妈走了也都21年了。嗯，你妈以前多好强一个人啊，那么多人看上她，可她偏偏就看上你爸了，说她人好。你外公当时就不同意，说是人好有啥用啊，开个小面馆，起早贪黑的赚点辛苦钱。后来呀，还是你外婆保的，说人好最重要。哎呦，你妈可没看错人。嗯，是没看错啊。现在哪有像他那样的人啊，对谁都好，就是亏待了自己。哎，小尖尖呀，也不是我说，你得赶紧劝你爸再找一个，不然以后你这要是结婚了，留下他一个孤寡老头子，多可怜。是啊，外婆，二舅妈，你们子秋啊，哎，坐。子秋啊，嗯，舅妈跟你说个事儿呗。啊，好啊。你还记得我们家娇娇吧？啊，记得。哎，你家娇娇现，娇娇现在有男朋友了吧？哎呀，那孩子我不喜欢。外婆，你眼光好，你见过娇娇男朋友怎么样啊？都好，子秋挺好的，那孩子啊也很好。什么好呀？家里穷的，恨不得窗子都四处漏风。哎，外婆，那个我给你们去拿点吃的啊。我去看看我爸啊，外婆。行吧，你们先走。爸倒是找你呢，一会儿要去百香居吃饭了，你怎么躲这儿来了？哎，我脸都笑僵了，出来透口气。忍忍吧，就一天而已。我还好，哼，你得保重。你说明明是会影阿姨忌日，你老家那什么二舅妈和二婶都想过来卖相亲，神经病吧？以前他们不是总嫌弃我在这儿蹭吃蹭喝的吗？你现在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，以前他们有多嫌弃你，现在你就有多吃香。就算是只鹅，也是只公鹅。舔过了，上面有我的口水，有点恶心。没事儿，我不嫌你。嗯，感恩。也不知道凌霄今天能不能赶回来。哎哎，车来了。哎，哎呀，大姨夫，您开车慢点啊。哎呀，哎。您小心头，慢点。晶晶，哎，有空带哥哥到家里来玩。好的，大姨。大姨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慢点啊，再见。哎，安全带，哎，对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都送走了吧？大舅那家没走，说孩子好不容易进城，要去游乐园玩一趟。不会是要住我房间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给他们订酒店了，但是呢，这孩子呢，得你带着去游乐场啊！就这么定了。琪琪、鹏鹏，哎，快来！我没定。姑姑已经答应了啊，她可高兴了。哎呦，你看，你在这儿都玩了，是不是？我就带你们去玩。快逮着他，小哥，逮着他，让他给你们买好吃的。哎，对了，
那个明天店里是不是还得营业呢？我还得跟爸回去打扫呢。对对对对对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啊啊！爸，你忙啊，把孩子看好啊！哎，你们，哎，这去哪儿啊？游乐场，走吧走吧。哎，走走走。阿姨的骨灰不是撒海里了吗？你说我们在这烧，她能收着吗？能啊，我爸说了，那都是通的，大江大河大海都一样。你怎么自己喝上了？爸不是说烧完这也得撒三杯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就先替我妈尝尝，一会儿跟她一起喝。我也尝尝，我还没喝过白酒呢。怎么样？果然难喝。这就是生活的味道。少卖弄深沉。真的，林爸说了，酸甜苦辣呢，先酸甜再苦辣。意思就是，人在成长过程当中。先是酸甜比较多一点，接着就是苦辣比较多一点。这酒就是苦辣的味道，只有大人才能喝，也只有大人才知道。可是这苦辣的颜色，长得可跟白开水差不多。这才有迷惑性啊！你看它，白白的。平淡无奇的，真像白开水一样，但你喝了一口，能把你眼泪都拉出来。哎，你别吐啊，李芊芊。嗯，你要吐的话，跟小哥说一声。嗯。松手，松手，勒死我了。再也不走了。李少要是回不来的话，有小哥呢。这么大的酒味，你也惯着他。哎，我看他也没喝多少啊。再说了，谁知道白酒度数那么高？除了他了，什么都敢喝。下次给他耗子药，他也敢喝。干嘛呢？行了，你回去吧，我可以弄他。哦，我去跟他拿个毛巾擦脸擦脚。啊？多大了，还跟小时候一样啊？避避嫌行吗？啊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回去吧。哎。啊？凌霄还没联系上啊？没有啊。奇怪，怎么也没跟我联系？连我都没联系，为什么会跟你联系啊？我能跟你一样吗？什么意思？行了，回家睡觉吧。回家睡觉了啊！不，什么意思？睡觉了，睡觉。啊，李尖尖，你躺好了行吗？李尖尖，把衣服换了睡啊。去。
亲戚们都走了。嗯，该走都走了，没走就送宾馆休息了。哎呀，我是真佩服你啊，一个人操持这么一大摊子事儿。哎，背你们这老家的规矩吧，逢一大办，这不21年了吗？就忙这么一回，赶紧喝点。你看，你这又能喝了。特意报备请假了。嗯。哎，哎，哎呦，你说啊，这日子一晃，慧影都走21年了。这日子你是过得吧，这稀里糊涂的，不觉得什么。今天这么一热闹，那猛地冷静下来，心里头空落落的。咱俺俩都认识快20年了，那时候孩子这么小，现在都长大成人了。咱俩老了，说我们原来啊，连轴转熬一宿。不当回事，睡一觉就补回来了。哎呦，现在不成喽。对呀，你这上了年纪你就悠着点啊，你要真病了那是给凌霄添麻烦。您这孩子这几年够苦的了。我跟你说，想当初啊，我就不该让他去新加坡上这个学。说这还有什么用呢？都过去了。哎，凌霄下午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事儿啊？说啊，头天没赶上飞机，啊，转机呢又耽误了一天，手机坏了，在机场借别人的电话给我打的电话，我一听。肯定跟我撒谎啊！那肯定是陈婷又跟凌霄闹，那手机说不定就是他砸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真想给陈婷打过电话，我问问他，那原来对孩子不管不顾的，怎么现在就舔着脸就拴着孩子？你说，哎，应该是凌霄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哎，进来啊！不管，哎，那个，跟你妈都说好了，嗯，说好了，啊，我给你煮碗面啊。你爸不用了，我在飞机上吃过了。啊，我给干妈上香，现在不晚吧？不晚不晚，没过12点都行。快去。三个孩子都齐齐整整的了，啊！你在那天上，你得保佑他们。子秋什么时候回去的？哎呦，这小坚呢，今天白天这又在小区门口等你一天，这天黑了之后才去烧纸，估计烧完纸就直接回家了。哎呦，哎，你让我给尖尖带话，说你今天晚上回来，我这一忙给忘了。啊？合着小坚不知道凌霄今天晚上会回来啊？这我没告诉他，我可忘了嘛。因为李爸，爸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明天还上班。哎哎。那你路上小心点儿啊！好，哎，不，别忙忙躁躁的啊！好。
啊，慢点儿。哎，你瞧我这记性，你说，哎，你该赶紧走吧，你能记住点什么呀你？哎哎，这我好不容易请假了，我能喝一口。你喝什么？你还好意思喝？你喝，这事儿你都不记得，你让人小煎蛋卖的等着等等等等几天了，等了一。李尖尖，快出来吃饭了，别磨蹭了。大哥，就算没有直达的飞机票，你转机用了一天，你也能打个电话回来吧？我在机场接别人的手机打过了，尖尖和子秋都打了，没人接。啊，我看到那个特别行政区打来的，我以为是诈骗电话，我就没接。你们也太乌龙了吧！月亮说
妈让他回家住几天。是吗？那我怎么一大早看他脸那么臭？难怪了，他搬出来就不想被他妈天天打击，一回家肚都打颤。凌霄昨天那么晚回来，他今天一大早就走了，还不知道凌霄回来呢。哎呦，还真是。不在，我们采访一下你哥。你对我们美丽大方一家一室的月亮觊觎多久了？觊觎？虽然暧昧很有情趣，但是还是谈恋爱来的更爽快吧。我们月亮都跟你表白了，你就赶紧顺坡下驴啊！暧昧？等，都表白了，还不跟我说还再暧昧一会儿吗？你也知道月亮喜欢凌霄啊？啊，早就知道。我是想和他说清楚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你喜欢的人不就是月亮吗？嗯。啊？不是啊。那你说你喜欢高中时候的学妹？我的天哪！家的路。